他们讲他可能不懂会对我车做些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是问我家去哪里啊，就叫我不如报警啊。然后我们就有去报警了。然后我跟他，然后我就打给他，我跟他讲我不想找这那件事，你给回那个车我。然后我就打给那个 police report 了，因为我也不想要叫那个搞多多事情啊，因为我觉得他都是好像有黑势力啊，我不敢去得罪他，我就跟他讲你给回我就算了。要安了，要安了，要安了，要安了。